姐，嗯，明早我们去试下礼服吧，这样有不合身的地方，可以尽早改。礼服的事情，谢谢你啊，没有想到你想的这么周到。嗯，不然到时候你穿着随便淘来的礼服，岂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陆博言，有长进，没有白练，真讨厌。 喂，陆总，您订的东西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一会儿公司见吧，好吗？好的。你要是有事的话，我可以自己去的。正好陆小西也要跳礼服，他可以陪我的。也行，那我把你送到店门口吧，好吗？嗯，走吧。